啊，我提议，比方我提议了，可以不同意的啊，就是高海宁。我觉得高海宁是有个好处是什么？他是从 TP 出身的，要了解在一个这么多人的地方能够怎么去协调啊那些东西，所以他也能够做到一个大体的作用。可以。可是因为他就很有能力，是不是应该选个比较没有那么多能力的，可以让他们去练习怎么样跟别人沟通？总有反对声音的，最不成熟就是那个外行的，从拍短剧就锦超嘛。可是因为很多演员其实他真的交际能力真的很不好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可以跟别人交际。锦超真的是真的不晓得怎么去领导这些人，你选他当队长干嘛？那高海宁过了没有？到底没有过，没有过。许君聪，许君聪也可以试一个吧。这些人才是军师。对，反正呢，我就觉得许君聪跟江栋梁两个只能选一个。那许君聪丢掉。为什么要就是许君聪？对他很好。其实两个男的应该选一个女的。我想问清楚，为什么不能三个男的或者三个女的？可以，总有一个要年轻一点的。我不同意。他会叫那个小男孩。哎，我不管怎样，他比较年轻。好了，今天不用回家了啊。队长压力特别大，我跟你说。你选不好，没搭好，那戏就不一定漂亮。我也没想过自己要选队长，有合适的人就让他们去吧。觉得你可以。我不可以。然后我可能想说会选一些比较成熟稳重的。当然要珍惜每一次机会啊。队长感觉应该有聪哥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应该是聪哥吧。许君聪老师。许君聪老师吧。他具备了一个领袖的才能。我可以进你的群吗？先看我是不是。还有高海宁老师。海宁吧。我不想做队长，我自己都还没有顾得好。优萃有机无限超越，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超越时刻。 OK， 要不然我们就每个人写三个名字看看谁票数最高嘛。拿资料就好了。哎，我够了。是我的。好，我选好了。来，我唱一个你就写一个嘛。高海宁一个一票。许君聪，许超。许君聪一票。君聪蛮有那种组织能力的，非常愿意帮助大家来完成一个任务，所以今天我又投他一票当队长啊。许君聪，高海宁，郑和慧，徐若涵，高海宁，许超，高海宁，许君聪，你打。许君聪，张栋梁，徐若涵，高海宁，锦超，锦超。我觉得我最想去培养的是锦超，希望他才在不自信里头拿到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成为一个队长去引领其他的学员。我希望这两三个月里面能够看到他的成长。高海宁，张栋梁。好，现在是高海宁六票，锦超四票，许君聪五票，其他只有两票一票。群里有消息了。哇哦！哇！高海宁、许君聪、锦超，哦，啊，超哥，啊，聪哥，你看你是队长，你看我说啥了？是的，接下来我们开始限时自由组队环节，请队长领取组队信息表，20分钟之内填好提交。是每个选几个人？每个选五个人吧。那选人的准则是什么？选人准则就是看你跟谁会有火花喽。凭感觉，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了，无所谓的。不用怕得罪谁，估计是整体盘子的一个搭配。忐忑，毫无头绪，因为
从其他几个队长来比较，我是社会经验专业技能上面都差很多很多。可以邀请你吗？可以啊。我觉得海宁姐她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可以非常拼的人。哥，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跟你一个队的。聪哥是一朵花。大聪哥这么厉害，还感觉跟自己更不配了那种感觉。我建议你选一些同龄人，你知道吗？聪哥他是给你暗示的，让你选他。这样我们的戏会不会有点老？这样我们的戏才会搭得好，不是有点老？3、4、5、6。二队长，我瞬间多了一份责任，就是你要带领着五个人一路披荆斩棘的，尽最大努力的往后走。我觉得大家对戏的理解啊和认知是在同一个水平线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我要可能搭配，我觉得搭戏很重要，因为戏都是靠眼神，两个演员之间的那种自然产生的那种氛围感啊，那种化学作用啊，不是在对白上的。像在我这种社交风格来说，前期熟悉度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可能跟熟悉的人沟通交流会更没有障碍一些。所以我最想选的就是我们一些宿舍的人，李明德、瑞哥、纪凌晨、燕许佳。我觉得一个寝室的更方便，因为一个寝室是一个寝室，但是现在你也带队，咱俩是两个队。哦。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不是，我觉得一个寝室的沟通起来方便。只是要看戏，你到底戏里面有什么角色？我劝队长别拖拉，好不好？对，坚决点，想要谁就说。好恐怖！怎么感觉我那没人选多尴尬呀？没人选，做场务去啊！来吧，大家哥来吧。我现在要向左，有没有人跟我抢？哇，我要他我有用啊。我有啥用呢？谁还没用呢？就我先问这一个，然后我就明白我接下来我该。哦，他要搭配。可以了解。来，左哥还有人选吗？那左哥跟我了。好，我跟大聪啊，下一个。来，要栋梁哥的有谁？啊，栋梁哥的来我们这边。看下他有没有拣我先啦。一定要选，我就站在你后边，不选我就揍他。下一个栋梁哥，3、2、1，举手。哇，